你看那个吴彦祖，还有谁来着？刘烨，老婆都是。刘烨老婆是那么懂的国外人啊，他法律问题啊。哎，什么大黑名也是都被国外的给收了。中国不是偏女的吗？中国缺女的吗？不觉得呀。其实像他们那么帅，再怎么缺女的，他们还是有人要看。你是对的，就很想看。不过这样说女性不好，你总是真的。人家就是，其实我觉得他好冤呀。我私底下比他外面的多的是，他只是被迫被逼出来的。